你从小到大就这样，我到了，有眼不紧要。我跟欧阳不管是什么关系，跟你都没关系，所以我真的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样的话了。今天的牛角包我专门加了新料，给你留了两个，你别忘了吃啊！我上班去了，别犯傻。 以后别来接我了嘛！我们家现在不光有我爸，还有一个特别奇葩的姑姑。要让她看见了，我今天晚上又别想睡觉了。什么奇葩姑姑？多奇葩！你不会想知道的。<笑>好吧，哎，以后我每天都来接你上班。不行。怎么就不行啊？这是身为你男朋友，我应该做的，不可以拒绝。<笑>哎，你手里拎的什么东西啊？你猜。牛角包。 够长呀！你以后要一定要来接我的话，就再也吃不到做牛角包了。怎么这样？还说是普通同事关系，明明就是不想帮衬穷亲戚。这没有血缘关系的种，就是不一样。明天别来我家接我了。 什么时候才能光明正大的送你啊？谈恋爱干嘛偷偷摸摸的，跟搞地下工作一样？就像我姐跟陈哲似的。当然啊，我们可跟他们不一样。我爸昨天说了，坚决不允许我姐嫁给陈哲。 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，无论遇到什么，无论我爸怎么反对，我都会坚持。请相信我好吗？我当然相信你了。好了，快点把牛角包吃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咱们俩一会儿办公室见。